大家好，感谢您观看 Phantom 4系列教学视频。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们会为您介绍 Phantom 4如何用 Mac 的调参升级。在 DJI 官网上下载最新的调参软件，下载完毕后点击安装，安装 DJI Driver 驱动和 Assistant 调参软件。打开 Finder， 进入应用，找到 DJI Driver 双击驱动安装，输入自己 Mac 的账号密码，点击安装软件。安装完成后必须重启电脑，否则驱动安装无效。重启完毕后，打开并登录 DJI 账号。打开飞行器电源，并将飞行器用 USB 线连接到电脑，此时会看到 USB 插入电脑接口的动画。点开 Phantom 4图标，即可进入固件识别页面。若固件版本较低，或有新的固件版本，请点击升级。此时出现下载页面，下载完毕后会自动进入升级。升级过程会比较缓慢，请耐心等待升级完毕。如下载完毕后无法进入升级过程，请检查驱动的安装是否正确。升级过程中，飞行器会发出一些提示音，不影响升级。感谢您的观看。